本分局信赖所于6月19日接获民众报案，表示一名男子持玩具枪朝猫只射击，相关行为已转请市府动物保护防疫处依权责处理，并调阅路口监视器确认该男子身份，巡线通知到案说明，讯后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5条裁罚，并告诫不得再有类似行为。公开有一些案子会公开了，放心吧，案子会公开。救援到的时候发现他的伤口比实际上要严重了许多，好像是被刀子直接砍断一样。这样我先照顾看看，如果真不行的话可能还要再往上截肢，因为他这里面都已经有感染了。救援到的时候发现他的伤口比实际上要严重了许多，好像是被刀子直接砍断一样，完全是那样平平的，然后呢可能是有感染吧，肿胀非常的严重，这个治疗起来可能蛮伤脑筋的。这样我先照顾看看，如果真不行的话可能还要再往上截肢，因为他这里面都已经有感染了。